山将段崇智重重包围，对话结束超过十几分钟，段崇智仍然未能离开。他曾经承诺下个星期五会发声明谴责警方性暴力。正確的原則，因為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一個法治社會，我最近我說的已經說得很清楚。有同學想跟我們說，就說其實有事，他不是不驚我，我驚上車。